您哦，您在这儿买的房啊？我买，也买了有15年了。哦，那还那不错呀。他给这闺女住。哦，您哦，那是那您这有福啊。我这个3个姑娘，3个小子，老家是围场下的，都上这来了。哎呦，都在这儿买了房了。嗯。哎呦，那真棒！这房子上这些个小子帮着，帮3年才还上这钱。哦，还上贷款。嗯，这是俺们老丫头。哦，是他妈您这有福啊！应该您这好凑了3个好字儿啊、哎，三个女孩，3个男孩啊。反正你这是你孩子，人家多么大岁数了？您今年有？你说我多大岁数了？我感觉您也就是有个差不多。75左右吧。我那哪老你这眼光不行啊？怎么的？你这眼光哪？我眼光不行。不行，你眼92了。人92了。你跟人家大嫂怎么交？要不说你眼光不行啊？我这还咬着牙往大了猜呢，原来还给您猜小了。啊，您都92了。嗯。哎呦！我是咱满洲国家生的人，人家在满洲国生。满洲国生的人，嗯，哎呦，这多少年了？哎呦，那您这身体真棒啊！1921，人家一个一点病也没有，人家一个药也不吃，人家哪儿也嘛毛病，这人还搁这做饭，光吃小米粉，一个刺儿也不吃，一个咸菜也不吃，人家光熬小米粉，哎呦，鸡蛋，喝的小米粥。哎呦，那您这人吃了好十年了。哎呦，可以吃了这个了。哎呦，大妈，那您这怎么保养的呀？我就喝小米粥，啥我也不吃。是啊。像你们吃肉了，吃这个吃那，我都不馋的。哦，不吃啊，不吃肉。我也不吃，我也不馋。血压不高，嘛也不高。我还都上那边串门去，上那的。哦，每天都串哦，都串门跟人聊天的。不是，在大街那有那分类的，上人那坐着玩儿。哎呦，是啊。他不是串门。转着待会儿。不用不用，那您这92好。他妈，那您年轻时候您是做什么的呀？哎呦，我年轻时候种地，我们是老家人种地。您老家哪里啊？围场下的吗？哦，承德。承德那边呢。离这儿也不远，3小时。要是6点在那走，到咱们这点也是6点。嗯。一天的道。是啊。还是坐车。哦，来。挺远的呢。是啊。离坝上那不远。哦，我知道坝上。坝上六开车从北京到坝上6个小时，是吧？嗯，我们去过。你去过坝上去养个牲口哈？啊，骑马吗？骑坝上。路过我们那。哦，那您种地，您是几年来的北京啊？我这在我姑娘家，她那孩子要总说她来25年。25年了，她那孩子25。哦，您给看孩子看？那看孙子来了这个。看，这是我们丫头的丫头，她是。给他闺女看孩子，还没生呢就把我接来了。哦，就往我在家乡，俩毛驴子，俩牛，俩羊，30来个羊呢，都老地户嘛。哎呦，在那个嘛，要不要接来了？往老头子回去烧火，在地下躺着烧。那先生哪有这个，电器啊？都是说闹柴和烧火。啊，赶我回去。那也是把他累一点，也是把他气一点。哦。刚一开门，那到那都黑了。是。到家才在灶坑躺着烧火呢。嗯。我一开门，你说他一开门他说我啥？啊。一抬头，还回来干啥呀？哦。在北京浪吧。这一句话我就撂王爷。啊。打醒人，一宿哭到半夜。哎呦，那跟您开玩笑呢，刚开始不高兴了，想您了等于是。不是想我倒不想，想着活去。那是家那些活去，哦，家里活得人手不够。嗯，赶后说完了，我就出去哭，哭到半夜上回来了。嗯，把被窝、毡子、褥子都我就捂在炕头着。嗯，他捂在炕梢里，在那坐等着呢。这也不说浪了，也不说。是，说知道伤您心了，完了不好意思跟您承认错误。哎，但是也是这种，也是等着您不说您，等于就已经是他承认错误了。哎，对了。啊。